新领糖厂啊，新领糖厂那个大礼堂吧，哦，好大的房舍，可能闲置很多年了，然后可能要我发展文创事业，要再整修了。你看那个，现在画面正中央那栋白色的白色大楼，那个是刚那个粉刷白色，刚粉刷白色不久，这一个礼拜内的事情。还有昨天看到那个升高机除掉那个草。除掉爬上屋顶的草，今天看到那个在屋顶上补，在补漏了，在补漏了，可能盖那个防水板呢、啊，还抹那个钉，可能也要钉钉子才不会被台风吹掉，还抹那个柏油了，抹那个防漏的防水的油，抹柏油了。哦，附近还有那个日式的房舍呢，日式的房舍，然后还有南光中学的。